台东县慈松乡的富兴社区，喺土慈松乡海岸山脉嘅山脚下，土卡配角嘅素材，并唔系千有名嘅旅游景点，故所未卡少有人行过去。富兴社区发展协会就上网来推广社区 DIY， 成土土南亚嘅发通。今年年初，韩卡通总嘅度呢，一件用的计划当旧嘅萝卜来赞助社区游客中心，提供本年下做嘅土亚炖脚、紫笋盐块呢，韩卡来卖社区居民嘅农特产品，前面呢就变作为社区亲从要对外联络嘅管道。风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橙色、四色、曙光的烟波，挂在天棚下。这是山区指挥所杀害了几十年的萝卜，可能一大叶。年初，复兴山区居民拿起手的，扛下来长一栋萝卜，改装做山区游客中心。传统的记忆在，然后有那种老屋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一点地方性的那种感觉啦。对啊，想营造一点温馨的感觉。第二摆开放五日，除咗半年下做腌卜、农村加工嘅 DIY 发通以外，加蛋糕、饼等嘅笋干，挑过一条农村加工品，然后行下去喜欢，将见面当作识咧，度得借位，系卖都唔难卖。拿啊都提来卖，啊生意介好啊，因为伊迄是野生嘅人足爱食。三件见面少点讲，萝卜开店过后。但且买农产品，见本地村的几啊万元，迄希望一栋萝卜做得不人富兴山区行下发落，想行下到宁夏饮食富兴，下个新闻陈启明台东报道。